好，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了哈。同学呢，我们呢，基本上依然呢，就是在这个木建联，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到去神童的部分了的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哈。那么呢，在上堂课其实已经完成了天耳通的部分呢，所以呢，这边上个堂课里面就提到天耳通。那么呢，在天耳通啊，它主要跟佛陀啊是用天眼跟天耳之间来进行沟通了，这样子。那么他妈的孟加拉那也可以用天耳啊，可以听到非人、天神和阿修罗的声音，这样子这是上一堂课有提到的。我们他这个内容里面看得出同学啊，他不完全跟清净道论的，不完全跟呢。所以呢，课的内容还蛮有些东西还蛮独特下降虽然呢，大家我们目前什么通都没连定都还没都还没有说感觉到跟宇宙结合起来都还没不过没关系，先知识上先进行理解这样子好，来，同学，我们开始今天新的范围，那就是呢，天眼通的部分我想知道一下之前呢，师傅这边有开过佛教的神通是以清净道论作为内容的，上过的同学请举手一下，上过的玉华、秀燕、静云、丽云，还蛮多嘞，差不多全部上完了，OK 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还是说自己都没有修到，就是当时见识一些过后。也差不多忘光了，这样。秀烟是不是这样？秀烟，师傅应该忘到七七八八了啦，不过好像我们现在上的课多多少少有讲回，会有印象的，因为那个是很之前，刚刚我 join 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有上这个，所以到现在应该有年多2年了吧？是了是了，然后你又没有去演讲嘛，对不对？是我对讲，对是对，你讲嘛？哦，这样耳朵听哦，爽也爽一下，问题问一下有点印象，这样大概是这样了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开始了那就同学有请接师，接下来请海林读一读了天眼通特别敏锐的透视力，如同前述，目犍连也能以天眼和距离外的佛陀接触。经典中还提到另外几次长老运用这种神通的场合。有次舍利弗正在坐禅，一个夜叉冲击他的头部，目犍连目睹这件事，他问舍利弗感觉如何，舍利弗并未看到这个夜叉，他说觉得还好，只是有点疼痛、头痛。于是目犍连便称赞他的定力，而舍利弗则称赞目犍连能看到那个夜叉，而他则不能。有一次，目犍连以天眼看见波斯匿王在战场上被驴车子族打败，以及如何重整部队并征服他们。当目犍连说出此事时，有些比丘指控他吹嘘神通是犯戒的，要被逐出僧团。然而佛陀解释，目犍连只是说出他所看到的事实。最重要的是，目犍连以天眼观察业报法则的运作，他一次次看见人们如何造恶业，伤害自己的同胞，转生恶鬼道。并在那里承受更多痛苦，而修善与正直的人则转生到天界。他经常揭发这些事，以因是业报法则。这些报告都收集在《巴利章经》中的两部经中，一部是《恶鬼世经》，另一本则《天宫世经》。由此便不难了解，为何目犍连会以善知身后事与业的运作而闻名？关于这类报告实在太多，无法在此一一讨论。但至少他在相应部的这个故事应该被提到。有一次，目犍连住在王舍城
旁的灵鹫山与乐刹那比丘在一起，他是和优柔平说迦谢一起皈依佛陀的千名婆罗门之一。有天早晨，当他们下山要去城里托钵时，在路上某处目犍连发出会心的微笑。当他的同伴问他原因时，目犍连说这不是解释的时候，稍后他会在世尊面前解释。之后当他们去见佛陀时，乐叉那重复他的问题。目犍连于是说他在那地方看见许多恶鬼从空中飞过，遭到掠夺者追逐，并受到各种痛苦的折磨。佛陀证实此事确实无误，并补充说他只会被动地提起这种事，因为深信好疑者不会相信他。然而佛陀以他的正片之解释导致那些恶鬼受苦的习性与行为。好，感谢哦。通常啊，我们英文班的人呢、啊，讲了，谢谢他们讲，不用客气哦。我们中文班是不讲，不用客气的，他们有些跟他讲谢谢，他们会谢谢回我的、哦，讲也那么奇怪的哈，怎么你还谢谢回我的哈、哦？
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同学哈。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来，我们看一下同学哈。关羽啊，这一个木建连呐，他就是用天眼呐，看到舍利弗打坐啊，被就是一个亚刹罗刹打那个头啊，这个典故其实是蛮出名下师傅记得啊，过往啊，大概我在还没有学佛啊，好像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姓郭的啊，不知道还没有在他专门画。佛陀是大弟子，好像也是登在《星洲日报》，我印象是这样。那他就登过这个帕啦，佛陀是大弟子。那么呢，谈舍利弗啊，跟目犍连之间呢，就有提到这典故。他主要就是啊，舍利弗本身入了定那么呢，那个夜叉他就大大的打在他的头上那么呢，据闻呢，其实更多的内容就是这一个舍利弗，这个啊。夜叉这个是大力鬼王来的，他打到山可以裂开，可是他打到他的，他的，因为他入定了嘛，他打他没有什么反应，过后之后他才有些稍微头痛的感觉因此这个典故是经常会被提起。那么呢，要如何来解释同学，其实现代反而是有更好的解释了同学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入定的话，是基本上都会产生禅相的。同学看一下，那么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呢《清净道论》有记载说，证到初禅以上基本上五官全部停止作用了，就是眼、耳、鼻、舌、身那我们呢最常听到就是入定的个案之前还有听说过入定之后打雷不听不到，马车路过不知道。然后呢，味道也嗅到也是不知道。那么呢，我们呢，基本上来讲多数入定的人眼睛是关着的所以他的我们不会开着来入定的那么呢，身体的觉知就在目见，就在舍利弗这个案的就展示出来那怎么来理解其实同学现在科学也会很发达，MRI 照过大脑我们综合几个点来看，就是同学，尤其是跑禅相系统大体上都是在跟眉心轮那边有关系，它会升起一个禅相那么多数修安般念的人呢，他都会说哦，安般念呢，如果是有禅相，禅相开头是在远方的，后来呢，这禅相会越来越亮、越白、越来越靠近。他其实他是关着眼睛来看到那个禅相，然后那个禅相它基本上是受响运影响。所以有些人看到是朵莲花，有些人看到是太阳，有些人看到是蓝宝石，等等之类那么呢，基本上禅相它越成熟的话它会越稳定、越透明，然后呢，它会有些看到它亮光亮度是非常厉害。那么呢，一般上我们所知道就是综合几个派系基本上入得到定的话，跟松果线很有关，是松果线来看到这个禅相的。那当你觉得这个禅相非常亮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它整个大脑都用完了差不多，尤其是在初禅的时候。那我们讲初禅我们是六根停止作用的。那么呢，当初禅呢六根停止作用，同学看一下，意思说当你入到初禅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大脑来的，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舌头。这个本来是舌头的部分的，也可能被禅相用了。那么眼睛其实是用后面这里的大脑的同学，你可以摸摸看就是这里 occipital lobe 我们看东西是过后一定是 occipital lobe。那这一边呢，我们的禅相也把它用掉了然后呢，过后呢就是耳朵，耳朵呢就是 temporal lobe 就旁边这一边呢说出去，你可以摸摸看，就是 temporal 这边他也把它用掉了。你看同学你关着眼睛打坐是，当进到初禅，因为它禅相非常的亮我们这两个本来是听声音的，但是禅相已经把它用掉了，或者是说 suppress 它，或者是用掉它了。那因此初禅之后你那个声音传到耳朵是，它虽然耳朵那边的神经收到讯息，但是它转去大脑时候，大脑已经没有地方去 process 这个声波了，可以了解吗？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缘故。为什么到了初禅声音会听不到，然后呢，鼻子也嗅不到呢？同学看到吗？这个是 nose
鼻子大概是这一个部位了哈，这个不容易蹲着哈，这个部位来的哈。然后呢，这个是皮肤了，皮肤是这个部位来的哦。啊，这个是大脑，这个是后脑哦，这是前脑这部位，也不容易蹲着。所以呢，对呀，啊，这个 part 也是备用了。所以呢，站在这个啊是木建连的 case 哈，因为他这个触觉已经被用掉了，他完全用来focus 在长相，所以呢，那个 yaksha 一打他的时候，对不对哈？基本上他是不有感觉的，因为大脑已经用在长相的部分，他就不止出场的咯，应该是境界啊可以去到更高的部位，所以他不会知道。但是过他触定之后，对不对啊？他就觉得有点头痛这样子啊，他原因就是这样哈因此啊，我们其实二弟啊。就目前只有一位同学哈，一来打坐就入定哈，我怀疑他是前世是天人来的哈。那么呢，他也是出现这个现象，他很快哈，就在1个小时多就可以进到去很深的定，声音差不多听不到。那么呢，当他一触定啊，他整个人像公公这样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啊，他的长相很亮，也是用完了他大脑所有相关的部位。因此，当他一触定的时候啊，那么呢，那个长相开始退掉。那么这个感官啊，之前因为已经被长相用掉了哦，那个大脑的部位全部被长相用掉了哦，所以变到他开始要恢复那个功能的时候，会慢慢来哦。所以我通常问他，你还可以驾车回吗？怕不怕撞进龙缸里面去？大家哦，没有事，可以了，我可以回哦。就所以呢，意思说他定了哈，还录的还好了哈啊。那么呢，如果像啊，之前我们谈到训老和尚啊、广清老和尚啊，用了很多天的那一些是多数啊，如果是入定可以超过2、3天，真正入定啊哈，一般上出定之后啊，他走路走不到路的，很慢的。啊，原因就是因为啊，他的感官全部被用到完啊，大脑的相关的部分通通用完了，长相用完了他，而且长期惯了哈，给长相用了，过了呢，现在定退掉了，长相没有掉，那么他才开始恢复，那么呢，一些习惯啊，让大脑可以恢复，慢慢才可以用，所以就这个缘故啊，哈，入定的人是需要护管，原因就在这里了。而以往啊，大脑科学不发达，很难解释哦，不明白又怎么会这样的。阿毗达摩有时又把这个啊心所处，解到心脏去，也很难解得通啊。唯有用大脑的部分就好解释啊，知道它的缘起解释得很清楚哦，为什么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同学啊，如果日后你打坐，你发现你可以做得很好啊，你要有人护管你了就要有人护管了那么呢，一定要有人做点准备入得定够久的这样子。好啊，这个就是相关为什么是说啊，他入定的时候会头痛啊，原因就在这里了啊，就蛮好解释了的了啊，这个是跟触觉有关了。那触觉有相关的话，大脑也是这个部位，它是全身的啦。好啊，这个呢是第一个个案所提到的啦，这个是蛮出名的一个典故了所以可以这样子理解得到就是一个 yaga 有些说是大力鬼神来的那么呢，要触定之后啊，感觉才会有了触定之后感觉才有。所以呢，如果是你们遇到禅修高手，他入定入得很深，是你们要担待一下那么呢，就提供交通给他，然后呢，可能呢，有一些有一个好像大概是3天他是不是佛教的？是 Swami Rama 他在山洞打坐，到山洞啊，有一道光射下来，他就修光明篇，他好像有3天到7天。过他讲啊，他走路去，他出定之后去洗手间了一段很短的路他觉得好像走了老半天都不会到这样，就是因为他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呢，同学以后有人修到那么好你去护持他帮助他让他慢慢恢复正常这样子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这边有谈到互相赞叹了然后另外一次这个就是目犍连用天眼看到这个巴山南帝在战场上被利查威打败了，然后过后呢，他是天眼看到了，过后呢，他又重整队伍那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指控他吹嘘神通犯戒，是要被逐出僧团那么呢，同学你看这个典故是 VIN，VIN 是律学了，同学你可以写下，这个律是比丘律来的。
啊，在我们比丘尼里面呢、啊，有所谓的大妄语，其实是通大家的，那就是呢，把神通的事情说出来哈、哦。那我们叫 musawada 哈，就大妄语界。同学基本上是这样的，何为大妄语哈、哦？大妄语啊，基本上啊，就是提到啊哈、哦，你没有神通，你讲有神通；你没有看到鬼神，你讲有鬼神；你没有正果，你讲有正果。然后你没有禅定，你讲你禅定。然后呢，啊，还包括动机了。通常动机呀，哈，是为了得到更多人的供养。那我之前也看到一些佛教会的理事啊，哈，为了吸引更多人啊参与他超度法会，他就拍很多一些哈，念经的时候感应的照片啊，希望可以吸引一些人过来这样啦，哈。那么呢，这一些啊，都是说有运用到啊，哈，这一些特殊的能力啊，以便可以达到一些目的。啊，其实他不是这样讲出就算，他是有一个目的所在的哈。那么呢，基本上啊，哈，你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供养，但是你没呀，又讲有哈，啊，这个就叫大妄语了。主要是这样，你没有讲有，然后呢，有这个样的动机在哦，然后是牵涉到啊神通啊，看到鬼神啊之类这样哦，啊，因此就这个缘故啊，哈，它包括就是你没有禅定，讲的禅定，所以呢，有时候啊，你们去禅修的时候，小禅报告哈。不要听到说啊，他又讲他修到这个样，哦，他又讲他修到那样，我又什么都没有这样啊！不要这样，不要自卑哦，啊，不要以为这样啊就打大妄语，因为大妄语啊是蛮严重啊，在我们出家中啊是要被啊会被逐出僧团的哦。那么你们呢，就没有所谓是逐出僧团呢、啊，只算是一个根本戒了，怕将来啊这个业力啊会妨碍啊你将来修行或者是投生，会影响到。那么呢，通常这些比较常会在什么道场出现？第一个是禅修道场，第二呢是持咒道场，因为这两个道场哦，比较容易有出现鬼神，看到鬼神，或者是入定看到天人，或者入定证的禅定，持咒的，尤其持咒啊，和感应特别多。那么呢，修身定的就容易出现神通啊，或者是禅定这类型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就牵涉到跟大妄语有关系啊。那么呢，因为啊，我们这边很鼓励大家去禅修，所以这个要稍微留意哈。那么呢，也不要去啊引导别人讲大妄语哈，不要整天去问人家就是啊哈啊啊，师傅你有没有神通啊？有没有这个那个这样？要很小心，不要让人家不小心啊打了大妄语这样子哈，就很不理想啦哈。大妄语才对。大妄语哦，为证言证啊，通常是用为证言证大妄语哦。好，我要找佛光大词典了啊。所以呢，同学啊，这个啊是有一点点矛盾在里边的，因为啊，基本上啊，我们有时候啊，你跟个老师学习嘛，你总想，比方说我去看医生，那么呢，你是马大毕业，那么呢，你是啊，美国啊，哈佛大学医学系毕业，你挂着你的文凭，我不认识你嘛，哈，我有从这个文凭哦来给你医疗了，哈，不过后来开头哈，不过过后也要看你有料没料嘛，哈，有没有把我医好，有没有耐心听我讲，过后呢见效如何？但是开头是需要个开头，所以我们佛教有时开头蛮难的。我们就是啊，就是你不认识这个法师，你想认识哈，你很难呢、啊，通过这种过人法去理解，你很难去问的啊，因为呢，这些就是因为有大妄语的嫌疑在，大家是不愿意谈的这样子哈。那么呢，有一些像以往的学佛上人啊，他有这样用，对不对？都是弟子私下聊的。不过呢，因为他的开示录都有写，他还算是高调的了。那么呢，他高调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知道哦，原来他是有神通的。然后呢，那么多人验证，那就是表示信得过哈、哦。像他讲的跟神通有关的东西，像刚刚啊，不是读来嘛哈、哦，什么东西在天上飞来飞去这些，到底信不信好？所以就是根据它来源有关啊。因此我们知道哦，这位玄奘上人他是信得过的。那么他以后想谈到啊哈、哦，梦中啊遇到紫衣菩萨教他大悲咒这个那个啊，就可以相信。通常是这样，否则的话哈、哦，多数啊哈、哦，我们都啊选师傅啊都是从啊比较实际的，就是他戒腊的多寡啊，他有没有啊在佛学念书啊，有没有考到啊法师等级，就唯有从这一些哈、哦、
去鉴定了，不然的话就是啊，有时候就是啊，因为要在缅甸禅修，他们是大家一起 interview 的哦，会传开了，那么就知道哦，这个修道怎么样，那个修道怎么样哦，啊，不过问题是这样的，同学啊，只要啊你还没有正果，对不对？你都会有分分钟啊，哦，都会啊，我们出家人都会有还俗的可能的。分分钟都有这个可能哈，啊，因为哈，啊，就在禅修道场啊哈，会有很多因缘可以发生得到哦，即使修到观禅都会哦，啊，因此哦，这些东西哦，它会成为历史，就是说啊，过往啊那个那修得很好是以前的事，有可能是这样。那么有些东西啊，它退不了哦，可能回不了来的，都会有这个现象的哦。有时候啊，经验得到，但是 master 不够成熟，有时候是有一些业力的障碍的关系，变到啊，你体验过了一段期间，过后呢，你要恢复回不到，都有这个现象的啊。那么呢，有些人呢，从来都名不经传，没有从来没有传说过他修得很好啊，他可能啊，那是他的过去，后来他自己成功了，但是因为低调嘛，这个又不方便谈，所以没有办法了知得到。因此哈，所以呢，这个是有点盲点在这一边的。因此啊，像如果是我有收到讲哦某某人啊，是阿罗汉呐，据说他是阿罗汉这个那个这样，我们很难去 comment 的，哦，很难去 comment。那么呢，就那天我有收到嘛，就是说啊，他们那个法师啊，一触定，天上马上就。打雷啊，打鱼的啊，这样哦，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哦。那我们真的很难去做辨识哦。那这样看到啊，就是打一个符号这样子就是了的啊。因为呢，如果是啊，他基本上他有能力显这个神通，让众人升起信心啊，这也不完全是坏事。那么呢，过后啊，他最重要引导到他们继续学佛，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些人呢，南北藏传都有啊，他们在我们随喜赞叹啊，当然也不少神棍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啊，就是啊进行妄语诈骗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因为太难辨别所以一般上我们都反而不鼓励同学啊往这方面去做过多的推敲，还是好好的学佛法，对佛法认知，然后过后呢再去禅修啊、念佛之类这样闻思修正这样这是最实际的啦。好，这个是相关联的了哈。好，这个大妄语还没有查证到来这里有了大妄语一行佛学词典搜寻来看一下得上人法，上人之法。这个上人呢，这个词经常我们会用就是指这个超越凡夫的解脱啊、神通之类，我们都会用上人法了然后呢大妄语在这里了，同学人物大妄语了我那么长的Mutsavada Uttari Manusadama 妄说故人法，妄说自得上人法。上人法学处，上人法过人法妄说上人法即禁止于未体的上人法时妄说证悟之语同学可以写一写了，这就是大妄语了。那么呢，如果你已经懂了中文，就可以学学巴利文Mutsavada Uttari Manusadama Uttari 这个是上啊，Manusa 是人，所以上人法。因此，大妄语它其实巴利文包括不可以讲上人法了，所以你还没有体会到，你去妄说有证悟，这就是大妄语了。它有牵涉到动机在里边的了。触犯者不得与比丘众各共住就不能够一起住了的。说大体上这一些都是，它要有僧团然后呢，要有那种环境才会说有人犯这一些的像我们二弟啊同学这样上课不大有机会犯这些这样子然后同学这个上人法就是这边可以写写上人法的定义就是这里了而上人法上人法这里了超越凡夫的解脱或是。就叫上人法了超越凡夫
不达利玛努萨达玛哈，上人之法哈。就是这一个了哈，超越凡夫的解脱或神通哈，上人法哈。好啊，所以呢，这个啊，比丘其实就是主要哈、哦，是说他这个，但是你看呢、啊，这边佛陀解释哈、哦，说出他所看到的是事实啊，为什么会这样？好像听来像偏帮，为什么我们知道啊，他这个 allegation 我们叫 allegation 啊，就是你的指控啊，哈、哦，未必是成立、啊、原因就是这样了。但目犍连本身啊，哈，其实啊，讲这个，第一他是有能力看到，第二他的动机很重要了。所以佛陀说啊，他只是说出事实啊，但是如果是如何情况底下吹嘘，就是啊，很多居士在哦，你知道你讲了之后啊，他就会给你供养啊，这样的话就算是。那么呢，佛教会啊也是，如果佛教会的理事啊觉得啊，我们这样子哇，来了一个大护法，只要我们告诉了他说哇，我们以往啊有法师在这边呐、啊、做了超度法会之后，嘿，马上打雷的，马上啊哦哇会刮风的这样哦，所以你要来我们这边写牌位，写最大个那个，这些将会有嫌疑了，同学知道吗？哦，因此哦，一些如果他没有读佛学，他可能不晓得哦，啊，所以你们要通知他哦，即使是。不过就是啊，哈，对方也要可以听了哈，啊，所以就这个缘故，有时候啊，哈，你本人呢，有时候你做事情要有权利，嗯，因为你是权利，你懂了佛法，你有权利才好使唤，才好教导人，否则的话，你佛法懂了很多，但因为你都不是理事啊，你可能呢，有时候讲出来啊，哈，别人反而不高兴，会有这样情况。啊，所以呢，佛教会也是要顾虑这一个了哈，避免了哈啊这个大妄语的情形了哈。好啊，这个维那亚三就是我们的戒律来的啦。好，好，故他这边有提到啊哈，摩诃曼伽兰呢用天眼啊看得到业报法则的运作。同学留意哦，天眼通包括业报的法则，所以呢，天眼通啊也叫做就是啊，什么了哈？一下想不起啊。天眼通啊，其实还有一个名称的，啊，就是跟业力有关的哈。天眼通哈，佛光词典哦。啊，这边呢哈，这里有个专门名称的哈，啊，死生智啦。哎呀，对哈、哦，一下记不起来，所以可以写一写哦。天眼通本身也叫做死生智了，可以引发死生智哈、哦，死生智通了啊，就是因为知道哈、哦，一个人呢、啊、哈、哦，他会投生哈、哦，就第五八八地加那比金呐哈，这个蛮难懂下、啊，所以叫死生智正通，因此有天眼的人呢、啊、哈。啊，他可以看得到一个人死了之后会投胎到哪里去了，他可以看得到了哈，所以叫死生智正通。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了哈，然后呢，这边是讲了哈。他可以看得到啊，如果是啊哈、哦，伤害自己同胞的话，就投身到恶鬼道了。那么呢，就是啊，承受更多啊，好人的话就上到去天阶这样了。嗯，所以同学啊哈，嗯，如果有一天啊哈，你有能力看得到一个人啊哈，他可能要投去恶趣的，那个是你的好朋友来的，但是你发现哦，好像有点不大确定哈、哦，就是40-60这样。那么呢，你会采取行动去劝导他吗？啊，珊珊，你会吗？珊珊，我肯定会呀、啊，一定会呀、啊。那是不是你要先告诉他说，我其实我看得到有神通这些？应该也会吧。反正很多时候是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坏事。那如果他有 sense 到做坏事会堕地狱的话，还是怎么样的话，
他应该就可以感应到我的话。那么呢，你需要明告诉他你有一点点神通，希望可以让他警惕吗？应该也会，如果也会好朋友哈，会，好朋友朋会，友啊，是。不过也有个风险的哈，基本上你给别人知道你有神通啊，就好像你中了个六合彩这样，当你中了六合彩之后啊，它一个结果是什么？一个就是你的祖宗18代都跑来跟你借钱了，你了解吗？啊，是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很多中奖的人呢，在台湾呢，因为那天我听他们的演讲，他们叫爱国奖券哈，他说一般上台湾人中奖不要给别人知道的，就是因为啊，他的祖宗18代啊，那些人全部跑来，那么多亲戚不知哪里来的，通通来跟他借钱，所以他们不愿意老美比较愿意给别人知道。我中了几百万了，老美比较不介意哈，我们华人比较不想哈。那么呢，这个神通你揭开之后基本上也是了，你不用祖宗18代了，二弟这帮人呢，你就够你来应付了今天呢，这美玲 call 你，哎呀，帮我看一下我的狗啦，周末他整天不睡觉的然后玉兰就 call 你，哎呀，帮我查一下我妈妈，周末整天咳嗽，看造了什么业力，是不是放生跟我论亲友讲哎呀，你帮我看看我的侄儿啊，哎呀，怎么两天没有回家，要不要报警？这样你就忙着应付这些 所以同学留意有时候有些人有能力都不要讲，就是有这样的麻烦事了。这样子所以同学你自己酌量了所以你有这方面的能力你要看你如何的低调我之前告诉过同学就是你看到讲那个谋杀案的事情，告诉过同学嘛，有吗？有对不对对，因为有个人有天眼，他看到个谋杀案，他跑去报警警方怀疑纵魔，你会知道有尸体在他怀疑你是共犯了反正更麻烦，对不对先？你这样解释，你说我有天眼看得到，因为他在加拿大嘛鬼知道你什么叫天眼，对不对？他不了解嘛，所以更容易上身因此就是当你打算告诉你好朋友你要想清楚就是一旦传开的后果了会非常的麻烦这样子好，来这边呢就有两部经，一个是恶鬼世经，一个是天宫世经这个我们其实还不常读到的恶鬼世经那我们难得有机会哦，恶鬼世经，汉文大藏经也有然后在南传也是有可能南传这个会整理的比较好。再猜，它是南传是放在小部这里同学看到吗？恶鬼是我们是放在这里OK 来，这个好像也整理的比较好。好哇，那么多品第一蛇品，第一富田鬼是全部是跟鬼有关系好过呢，蛇品里面又分很多品来我们看一下OK，来，我们点点，慢慢慢点那你看同学这个是按的小部经典小部叫 Guttaka，就是五部你改下之后extra 另外的就叫做小部了。然后同学看一下它有分就是蛇品一，那么蛇品里面有福田鬼祝鬼事臭口鬼事人形鬼事户外鬼事很多下好，论亲这五部选一部，你有兴趣哪一个？师傅，福田鬼事啦。看看福田鬼好来我们看一下福田鬼然后呢，木刺小不敌，然后第一是蛇平。木刺三，木刺四，木刺五了看一下来，福田鬼事，来你读一读了，来福田鬼事阿罗汉卢田，施主卢龙瀑，事物卢种子，一皮而生果，为恶鬼，施主其成田种子，恶鬼得享受。施主依附而增长。三，此事为善业，供养以恶鬼，
为诸上业子，皮得到天界。OK， 好，来玉华师师解释看看。阿罗汉如田，就是供养阿罗汉如种福田。施主布施的人就如农夫，布施之物就如种子，种子就可以开花结果。为恶鬼施主其成田种子。是恶为恶鬼施主其成田种子恶鬼。好，解读不到没关系，你再往下。为什么跑出一个“二”有一“二三”？它是连接的还是不同的？哦，它可能是 paragraph 来的啦。哦 ，paragraph 来的。恶鬼就得享，而恶鬼得享受的得享受，施主就依这个供这个布施的福田而增长。此是为善业，这是世间善业，供养给恶鬼。是诸善业子，他能就做得到天界的果报。OK， 同学，你大概是这样子吧？啊，是的。一般上我们解读这经典呢，通常就是如果解读不到，要看前后文，然后也看标题了。他讲明是福田鬼了，就是说这个鬼本身啊，会跟这个福田有关。那开头我们说阿罗汉像田呐，施主就像农夫这样，我们布施的东西是种子来的。然后的过呢，一比啊，就以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生果报啊，这是站在阿罗汉立场。第二个呢，就是为恶鬼了，就是说啊，你当做恶鬼啊，然后呢过呢，施主啊，其成田种子，就是说啊，恶鬼哈、啊，作为你的布施的那个田来的啊，然后过你布施完，恶鬼都要享受，然后施主啊，以这个福也可以增长。他说啊，此事为善业供养于恶鬼，这个事是善业供养恶鬼，为诸善业者啊，彼得到天界。过后呢，这一个啊，做善业的人可以升得到天界去，就是说他供养恶鬼啊，也可以升得到天界去哦，这样的意思了，好，所以这是福田鬼事哈。所以同学看了嘛，好，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玉华，好，不错啊，好啊，听来也不太难哈，因为啊，他的东西蛮白话哈。通常啊，巴利文翻译过来哈、哦，有些是蛮白话的哈、哦，所以一下就可以明白，就解读得到了咯。这福田鬼了哈、哦，然后过呢，我们看看这个臭口鬼事了哈、哦。好啊，臭口鬼事，请美玲读一读了，美玲有请。臭口鬼事，如神之美之。漂浮虚空中，然时重时如恶臭口，前世为何也？我修恶业者，口中出恶语，以圣者之姿态，却不治口业。依前之修业，我得此美之，以口作两舌。是以被俯视，告奴那罗陀，只由奴所不见，身怀慈悲者，善人应劝言，互为两舌语，互作妄语言，奴将得为会药茶。好，感谢。接下来有的是解读，看看有的有请。OK， 这个是说你的身体好像神仙一样。OK， 哎，等等先，我看先了哈。二是这个三啊，臭口鬼是应该是这个来的了哈。好，来，请解释，来有请。你的身体有你有美妙的肢体，如神仙般的肢体漂浮在空中。但是，嘴巴就如有尸虫一般，是前世做了什么恶业吗？
来啊，这个应该这样解读啊，湿虫食乳恶臭口，就说啊，你的口很臭哦，就是相对而言身体很美妙哦，但是嘴巴很臭，好像是死虫这样，先是什么业啊，要这样来解读哦，来再继续，来试试看。就是我修恶业只是说这个做恶业的人，然后口出恶语，虽然你圣者姿态出现，却不自口业，却不控制自己的口业。依前之修业，我是因为前世有修道，所以我得到美丽的身体，但口作二两食，是以为不是这边，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两食，所以嘴巴被腐蚀了，是吗？对对对，没错，是的，就嘴巴臭了哈、是的，那就是刚刚所讲的啦，那就是呢，他本身呢、身体美妙，有遭到善业的缘故，然后过呢口两舌的缘故，所以嘴巴哈、就变得烂咯，就很臭。来，再接下哈、来，最后一句来是解释。告鲁阿陀罗，我不晓得什么是那陀罗。那就跳过了。对。OK。身怀慈悲者，善人全也。如果是有身怀慈悲的人，这个我们就是善人，我们应该相劝不应相劝人不应该口作两舌，也不作妄语，那么你将会得到会药差，不知道是什么。是的，对啊，所以呢这边就讲啊，你告诉这个那陀罗啊，他说啊，汝有汝所不见，你所看不到的。他说啊，身怀慈悲的人啊，善人应该要劝什么呢？劝人不要两舌语，不要做妄语了，就是因为他嘴巴会臭的缘故哈。然后呢，汝将得为啊，会药茶，会得到会药茶。那么基本上啊，像这两个啊，如果是不大确定，对不对哈？因为刚刚我们一查证发现，原来这个啊，可能在北川也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找佛光大辞典应该可以解决得到。如果啊是啊，这个啊，北川没有的话哈，就南川有，肯定要找南川的辞典呐、南传的阿含南传的藏经这样子了，好，有的可以解读差不多80%了，来掌声鼓励 ，OK， 好，是，那么呢，他这个还算蛮白话的啊，因此哦，这些专门有用词名词这两个只要查字典就行了的，好，那么呢，经过前后文推敲就知道，哦，这段话是讲啊，哈、我们的业报啊，就嘴巴的部分有两舌的话，哈、过后呢，你嘴巴会烂，会很臭的，哈、所以呢，一般上佛教的因果观念哦，有很多都是从这些这样子的典故过来哦。那么呢，这一步哦，我们读经都知道啊，这个是小部经古达嘎。那么古达嘎哦，我们就在资料上啊，它的定位上哦，是比不上扎阿含的，就你盖亚哦的权威性那么高了。那古达嘎有可能的哦，就是小部的东西是其他的东西哦，不放在四部你盖亚就放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了解哈，来进行解读的 ，OK， 有理解了解吗？好，所以同学你学习解读，我们这边一定要教会你解读。那么以后啊，你自己什么经都可以读啊，它是有一些方法跟技巧了哈。所以呢，像同学，如果你发现了哈，像这些啊哈，我是不是觉得啊哈，如果哈。你看呢、它不太难嘛。那么呢应该对儿童班啊齁、OK， 今天呢讲恶鬼给小朋友听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办得到齁、有的齁、听了不会太难的齁、前后文读一读解读一下齁、有些不能的话啊，就是整体大意理解就可以讲了的了。
但是师傅，我就对这一点，我就有时候会比较担心。如果我们讲太多这些恶鬼的故事，我怕会吓到小朋友。当然，我是举例罢了啦。就是我意思讲啊，这样是全部恶鬼的东西，是刚好你要讲个恶鬼的题目，就可以挖从这边网来挖资料了啊。因为现在啊，就是没有分南北藏传了的了，就大家共用哈、啊，这个是蛮难得的宝藏这样了哈。那么呢，这个啊，相对于我们呢、啊，经常解读经典的人士，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有过呢，我们也更有兴趣去看啊呢。那恶鬼是这个就是汉文大藏经哦，我们也过来看一看，同学哦，啊，因为这个啊，他说啊，有提到木建连有相关跟恶鬼，刚刚是没有提到啦。啊，同学看了吗？那蛇平啊，那福田鬼事啊，就说南北传啊，都大体上是一样的，看到吗？哦。不过它的寄送可能有点不一样，哎，一样看到吗？所以同学如果一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啊，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版本比对啊。所以呢，那边看不懂的，就往这边看两个对照，来，所以同学可以这样子就看，就可以就成了了。所以版本比对就是这样用的。阿如和如田那一样啊，为恶鬼施主，其成田种子，哎，一样啊，刚刚啊，好、哦，然后哎，一样啊。然后呢，再看一下臭口鬼哈、哦，啊，这个看有没有不一样哈、哦。那么它不一样的地方哦，也是一样啊，告鲁那陀罗会要在一模一样啊，哦，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居然那么巧合都是差不多一样啦，哦，啊，这个就比那个西北大哈、哦，可能西北大有收入到这个南传小部哦，不然不会一样都一样的程度会那么的高的哈、哦，这样子哈、哦。OK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恶鬼是景英中翻译工作哈，有人进行翻译之类的啊。好啊，这个就相关联了，就我们大概知道哦，原来啊跟木建连有关的典故啊，哈啊就是从这一边啊，哈就恶鬼是景来的。那另外一个就天宫是景了哈，那一样的哈啊，天宫是景，我们试试看了哈，去找找看了哈，天。宫是金啊，好来啊，也是一样了哈啊。天宫是这个是天宫是法语道场，我们就先看这个天宫是金哈。好，天宫是金啊，对，刚刚妙婷有个问题问到哈啊，妙婷刚刚同学问了，就说哎，恶鬼可以接受到供养吗？啊，是这样的，在南传的经论就比较具体提到，恶鬼有很多种类，只有一种。可以收得到我们功德，其他的收不到。OK 好啊，不是所有的恶鬼哦都收得到功德，只有一类哦可以接收得到功德吧。它有个特别名称的，把啦哦，我们的亲人呢，因为我们没有天眼哦，也不懂他投生到，如果真的恶鬼哦，到底他是投生到那个恶鬼道，可不可以接收功德，我们也恐慌不到的。好，只是经论这样记载哦，啊，所以我们活人呢、啊、都是照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是做来自己安心的，哦，有时候会这样的一个情形啦，好，好，来我们看一看呢，哈，天宫是金哦，遗址品哦，啊，是遗址的天空哦，他们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墓次哦，我们可以先看看这边哦，先看个全体哦，天宫是哦，哎的天宫是金在这里了哈，嗯。啊、同学啊，他们这 comment 是蛮好的，那你看一下哦，你看了、啊、哈，难得哈、哦，他说啊，天宫事情啊，哈、哦、和恶鬼事情啊，是姐妹篇的一部文集，看到吗？哈、哦，文集哈、哦，他说啊，收录在啊，哈、哦，这个东西在改造的哈，嗯，这个东西啊，弄不掉哈、哦，嗯，看一下哈、哦，放小一点啊、哦。啊、他讲收录在啊南传八力藏经之中哈、哦、啊不同于恶鬼哈、哦、他说哈、啊、不同于恶鬼是叙述恶鬼的业报，天宫是讲升天借着天女的殊胜容貌，巴拉巴拉这样子啦，好、哦、好，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大概这样就够了，好、哦、我们就选一部来读一读它了哈，天宫是经哈、哦，好来请就是思琪读一读啦。天宫是经，遗址天宫，来试读读看。汝遗址天宫，汝之以殊妙黄金照，无意之素心所欲处，
装饰华曼缠美衣者，恰似雷光辉云顶。衣何如有赤绒色？缘何汝处天宫享善果？又何可意财宝为如生也？女神大威神，大威神者，我问汝，汝于人间之时为何服业？衣何如有是如是之辉光？汝之容色耀万十方。女神经受目连问，充满欢喜悦，解说其所问，此如何得业果？我与世间人中时，与不是者与小坐，并行问讯与合掌，唯与有限之不失。依此我有是容色，因而我于此处享善果，又可益财宝为我生也。嗯，好，感谢，没事，可以听一听。好，好，来，就我们看到他说啊，他开始先问了，就是你的这个遗址啊那么美妙啊，因为他天女本身啊，你遗址那么美妙，然后呢你装饰的华曼啊，还有衣服啊像雷光啊辉的云顶这样，还有为什么你有那么好看的容色啊，什么原因啊你可以在天宫享这个善果呢？还有啊，又何可意财宝为汝身啊，就是你有那么多财宝啊。他说：“女神啊，大卫的，我问你啊，你在人间是修了什么福业，所以有这样子的耀光，如之容色可以耀十方，好来，接下来进行回答，来，请静云试试解读看，来，师父哪里啊？女神经受目连问啊？对对对，来开始解读。”那个天女受到这个木莲问的时候，是充满欢喜的，然后就解说她为何可以得到这个业果。她讲她在我一世间人中，她师父我不懂这个什么意思啊？对对，我就知道，她只是问讯的。我与世间人，就是说我啊成为世间人类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因为跟他聊他是做天人嘛，说啊我当在世间做人的时候怎么样啊？你不是这是不是浪座哈？不认识的人，小座呢是晚辈的意思啦，然后呢就接下来。然后询问讯跟合掌咯，唯有一思。唯一有限之不失，然后给予有限的不失。嗯，对，然后呢就以此，所以我有这样，我有今天的这个容貌咯，然后我可以享有这个善果，然后可以享有这个我想什么财宝就可以生什么财宝。嗯，来，同学们掌声鼓励啊。对啊，你们啊几个臭皮这样就可以变诸葛亮哦。啊，对，同学有时你们要 teamwork 哦，啊就可以了。那同学看一下哦，啊所以呢这边就很明显讲到啊，为什么他得到这个果报哦，好像刚刚同学也解读不到，是像世间人中哦，啊就是指当他做人的时候，所以前后文的解读掉连贯就比较解读得到哦。啊，于不是怎么对不认识的人啊，这个小坐啊基本上在寺庙我们是很经常这样子用的哦，啊就是比较晚辈说请叫小坐，这叫小众。他说啊，他基本上就这样子问讯行礼啊，唯于有限的布施，给予很有限的布施罢了啊，他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这样子哦来解读。然后呢这个是目犍连问的，所以呢可想而知，就是他问天女，天女说哦我就是做这样子布施就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哦。所以同学啊都也不太难好啊，所以同学如果啊你对目犍连啊蛮有缘分的话，你想读目犍连相关的经典的话，可以读这两个。谁啊对目犍连的神通啊感觉上对目犍连还蛮好感和欢喜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就对目犍连这个 figure 这个人物蛮有兴趣蛮喜欢的，有没有？
啊，静云好，建好，还有妙婷，好了，你们稍微就发心读这两个啦，不是叫你们修神通，就是这个天公瓶啊，还有恶鬼瓶，就看一看多看呐、啊。因为啊，它是跟你有相关的人，你喜欢的人，你就提起这个兴趣了啊。那其他没有举手啊，就省灰了，去找别的经论来读了。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读经的方法哦，它会让你这追下去哦。这两个啊都不太难啊，尤其是你读过阿毗达摩，你觉得哦不会太难，你就要花点时间去解释一下哈、哦，去查查字典呐、啊，在那谷歌也很方便嘛，好、哦、啊，所以呢，同学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哈、哦，叫同学知道哦，原来啊这个经论是可以这样子来进行解读哈、哦。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哈、哦，然后呢这边他就提到啊，他说啊哈、哦，不难理解啊，蒙格拉呢就是这样子知道啊哈、哦，他的那个就是善知身后事跟业啊哈的运作。过呢，你刚才有一部提到这一个啦，那么你刚才主要是提到啊，它跟这几个哈、哦、拉甘纳跟乌鲁维拉哈、哦，这里有个三号、哦、我们先 check 一下看哈、哦，三号一二哈、哦、三了哈、哦、，S N 呢，哦啊，没有什么东西哈、哦，这样子哈、哦，好，然后过后呢，这边就提到哈、哦，他讲了哈、哦。他遇到乌鲁维拉、卡沙巴还有拉卡那是两位哈、哦，那么呢，他会心微笑，他说啊，人家问他你在笑什么哈、哦？啊，通常啊，他讲啊，我遇到世尊的时候我才解释啊，他们有时是这样的，他们呢本身有能力哈、哦，他看到天上那些鬼呀、啊、哦，被追嘛哦，他就自己笑一笑这样，那他知道啊，这个东西讲出不是很多人相信哦，那么呢，他说啊，我到遇到佛陀我才讲。那他遇到释迦牟尼佛，他就讲，那佛陀就恐慌啊，对了，的确是如此了，所以因为就是这个缘故哈，为什么我们的过人法，为什么禅修经验不随便告诉别人啊？因为可疑者的人难以相信哦啊，这个啊同学记得哈、哦，这种凡这种种的上人法、过人法哈、哦，和我们的财务啊。都算是隐私、哦、啊，因为啊，如果你跟别人透露说啊，我有几百万身家，但是啊，哈、哦，人家看你的样子又不像啊，哈、哦，怀疑的人说啊，你的样子都不像的都、啊，是不是吃大炮啊？他就问题多多哦。那因此你有钱，你有钱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哈、哦，自己享用就好。那么呢，这种神通的东西也是。因为你告诉别人了、啊，别人也未必相信啊、哦。因为啊，有些人呢、啊，外表看来疯疯癫癫这样哈、哦，啊，但是他是蛮有修行，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他这个美好的一面的啊、哦。因此，就这个缘故，很多时候啊，的人都不太愿意啊，哈、哦，往外透露了啊，尤其是对这个可疑者了。来，同学，啊，这个典故就是指这一个了啊。那、哦、恶鬼空中过啊，遭到掠夺者的追逐啊。哦并受到各种的痛苦、啊、嗯，所以啊，同学基本上来讲啊，哈，你有开到天眼的人呢、啊，哈，或者是过去是有些感应，会经常看到这些的哦，天上啊，飞来飞去啊，会有看得到哦。那么恶鬼道啊，其实有点像啊，我们的非法移民这样哈、啊，都会在我们的周围区都有哈、啊，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鬼界啊，会不会迷信？师父觉得未必、啊，因为啊，师父目前啦、啊，哈。你遇到好几位，就是在这段时候啊，整个人会很不舒服。那么在家会听到很多声音，这声音只有他听得到的哦。啊，晚上有时不好睡，会感觉有东西来嘎叫哦。啊，这未必是心理作用的啊，尤其是他当事人本身没有精神分裂的话啊，多数是真实了。有好几个这样个案，所以这些一定要通过念咒语啊、结界啊来帮助自己。然后他身体负能量太厉害，就经常看到这一些，因此要把他正能量增加。所以同学是的确有此事，不过先要确定他有没有精神分裂。那么有一些是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他本人也敏感，他也有一点点分裂，所以精神分裂也有点猜疑多疑，所以变成这个几个情况综合起来就变得很复杂。所以他第二医疗做过呢，也遇到有本事啊哈。本身也开了天眼的人来确定他看的东西是真的、哦、要找天眼的人确定他开的东西是真的。那这种人呢、啊、有时候未必要找到单道教那边去，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呢有直接开门、哦、说啊你来找我过你要付我钱，有些人是直接开门好、哦、像做生意这样，那他解决到问题就由得他了、哦、那佛教很难找类似这样的人、哦、就是因为过人法的关系，或者是说我们没有专门跑这个行的关系啊，所以他要这样子来去区分哦，啊，就
是把精神的问题解决，或者他个人真的是有看到也把它解决，然后呢这样的话他才可以安住，不然呢他不安宁啊，你整家人不安宁的，家里有个人有这样的事情你整家也不安宁啊，所以呢这些是真实啊会发生的一些现象来的。好啊，所以他讲了啊，身心好疑者是不会相信了哦。那么他说佛陀以他的正遍知哈，好，所以正遍知啊来可以解释啊，正遍知我们呢很少啊，就是这样子用正遍知来造句的哈，啊这一边呢会提到正遍知啊是佛十大名号之一啦，三藐三菩提哈，何为正遍知哈？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就解释到了哈。顾名思义，遍知哈，同学看哈，正遍知哈，它指的什么呢？就是啊，正德的智慧啊，是周遍含容，无所不包啊。它重点在这里的，能正遍了知一切之法了。这东西可以写一写。因此啊，这些啊和恶鬼在天上啊被别人追啊，一点都不难理解了，因为它正遍知的缘故哦。那么呢，佛是有佛眼。佛眼是包括所有的眼，所以一般上所有的东西哦，对他来讲哦，都马上可以知道了哦。应该说释迦牟尼佛有点像了哈 ，super computer 啦，一切的东西哦，马上就可以掌握得到哦，一下一弹指哦，就可以了知所有的哦这些讯息了。好，正遍知可以顺便写三藐三菩提了哈，正遍知啊。好了，还没有完毕，接下来就到神足通。来，有请建豪读一读神足通，有请建豪。神足通，随心所欲现身的能力，如屈身蔽亲玛哈摩格兰纳脱离肉身，出现在天界的时间可以如此迅速，他还在使用这神通去指导其他众生或照顾僧团事务，他以此方式教导33天的天众四欲流之，并测试沙伽天帝天王，看看他是否了解仔细可爱的教导。MN37。当佛陀在天界讲述阿毗达摩的3个月期间，玛哈摩格兰纳出现在天上，向他禀告僧团发生的事，并请他指导。他不止拜访欲界天，且拜访梵天，他就这样出现在一个梵天面前。过去这梵天一直认为没有沙门能进入他的领域，玛哈摩格兰纳透过问答与神通技巧动摇了那个天神的我慢。另一次他出现在一个名为地须迪萨的梵天面前，他之前是个比丘，才刚去世不久，玛哈摩格兰纳指导他关于入流于究竟解脱的道理。好，感谢你来同学们消化这一段了。
好，来，同学看看，接着下来呢，这个通啊，哈，是叫做神助通哈，它是随心所欲现身的能力哈。啊，同学基本上神助通啊，都是这样的，扣掉天眼通、电耳通、他心通，然后呢就是宿命通，剩下其他全部都归纳在这一个所谓的神助通。那么呢，在这个神助通，他举几个案例，第一啊，哈，他好像伸手这样，马上就上到去天界了。那他用这个跑位就是一上到天界跟佛陀禀报哦，因为啊佛陀啊哦，他曾经有三个月被为他的母亲说法哦，那么呢他要去禀报他，他就用神助通飞去上面跟他禀报。那么呢此外他可以用神助通去查看了哦，去教导佛法啊，33天教导门佛法，然后看大梵天呢到底能不能够啊哦，有没有试他懂不懂啊解脱之法。那么他讲到一个最奥妙就是啊哦，梵天呢他有傲慢了，其中一点他认为没有人可以进到他范围的，就是他认为啊他得了禅定之后他会有个范围，那个范围是隐隐约约看不到的。那么同学啊，如果你本身你有神通，是你想去查看对方的过去是什么都好，是你必须要进到他的范围里面去的。那么这个进到范围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侵犯我们的 privacy 我们呢没有别人允许底下我们不大愿意的哦，就像我们的家这样哦，对方没有问过就闯进来，我们不大高兴哦。那他们也是一样的啊，因此同学啊，有时候啊，不要太过去随意啊，去查问哦啊，因为呢，无形的众生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这样子这个情况的。因此啊，大梵天我们他比较慢呐哦，觉得没有人可以进到我的范围啊，结果目前呢，他用他神通可以进到去啊，这样子。啊，所以同学就这个缘故啊，在外道啊，他一般上有神通的话我们的经教的人他是看不起眼的，好啊，所以呢，你用经教的方式去对一个有神通的人，你说他邪知邪见没有用的，因为啊，他根本就看你不起眼，所以除非你可以展现你的神通，可以超越于他，一定要用神通来对回神通才沟通得了的，同学可以了解吗？你用神通来对付回他，否则的话啊，算了。知道这我们没有这个料到讲不到，一定要找另外的高手用神通跟神通来过招，一般上过招就是界限的，你可不可以进到他的范围里面去，他如果 block 不到你的话表示你 level 高过他了。通常啊，他们呢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就试到对方有没有高过我，所以这边啊梵天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看到吗所以梵天啊问答的技巧神通动摇了梵天的我慢呢，因为梵天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然后过呢，他也出现在啊迪萨的梵天的面前，指导他入流跟究竟解脱的道理我觉得他们有福报就是可以啊有圣者愿意用神通啊便在你前面来教你佛法哎呀，其实我们有点像我们的肉嘛，有点像用神助通嘛。有点像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们都没有过来嘛一开啊就有了然后这个我们也不用修那么久马上就科技就是也有点像是神通这样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神足通啦好来接着下来就是心灵传动物各空一物来请元稹读一读，元稹有请。心灵传动力各空一物，那哈摩根南拉也精通外表见识的物质。有一次，比库门住在一座寺里，带护自己的衣物，汲汲营营于一切琐事。佛陀知道之后，便请摩哈摩根南拉应用神通去动摇他们的自满，并激励他们重新认真修行。于是玛哈蒙嘎那拉便用脚趾去摇动鹿母讲堂，激烈摇晃的程度宛如一阵地震，比库们被他们一惊，纷纷放下俗念，回头接受佛陀的指导。佛陀向他们解释，玛哈蒙嘎那拉的大神通力是来自
休息四组四神组。有一次摩哈蒙跟他 那天去天街拜访沙迦天帝，看见他过着散漫的生活，他因沉迷于天界的娱乐以忘事佛法。为了消除他的虚荣心，马哈蒙甘纳拉以脚趾摇晃沙迦天帝非常引以为荣的天宫最深宫，这也对迦夏天帝造成震撼。他很快就记起佛陀不久前才传授的仔细和爱的教导，也是佛陀激励马哈蒙甘纳拉证得阿罗汉果的教法。有一次在佛陀与僧众居住的地区发生饿荒，比库们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时马哈蒙甘纳那问佛陀是否可以翻转土地，好让比库们能取得与食用的地下的养分，但佛陀制止他，因此这会造成许多人死亡。于是马哈蒙甘纳那提议以神通开出一条通往北古卢州的道路，好让比库们能去那里乞食，但同样遭佛陀制止。不久，那次即使没有神通的帮助，所有人也平安度过饥荒。这是唯一一次佛陀不同意摩哈蒙甘纳那的建议。摩哈蒙甘纳那的神通也表现在他各空一物上，例如他曾从喜马拉雅山上将棉花取来给沙利子治病，他也曾为极孤独长者取得一株菩提树，好让他种在其园精舍。然而当他的同僚病头颅请他以神通取下高挂在城里的宝钵以证明佛陀的僧团胜过其他教派时，却被摩哈蒙甘纳那拒绝。他说病头颅自己可以搬得到，但病头颅真的施展那项神通时，却遭到佛陀责止。一个比库不应只为取悦在家人而表演神通。嗯，好，感谢来给我们消化这一段了。
好了，可以送举手表态的同学哈。好，来同学，基本上啊，这一个通啊，就是心灵传感，传动力啊，隔空一物。同学一般上啊，我们都会把它和就是这个神助通啊，把它合并起来的哦，通常是合并起来的哦，这个心灵感应了哈。那么呢，在这个心灵感应里面呢，它有什么独特哈？第一个就是啊，它跑去啊，主要是啊，激励人修行啦，哦。那么一些比较懒散的哈，据说他这边讲，他用他的脚趾罢了，去摇那个讲堂，讲堂就动摇了，哦，结果那些人呢，就很精进修行，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神哈 ，Deva 哦 ，Saka Deva 哈，啊，就是那个Saka Deva 就天神来的，那么呢他一样啊，用脚趾去摇动他天宫，啊，天宫摇动了哈，哇，也是让他精进修行哦。啊，我们为什么啊？没有人呐，哈，用神通用脚趾来咬我们的地方，哈，我们这边呢，哈，只有用 WhatsApp 提醒你，哈，什么谁啊，哈，就是谁啊，哈，妙婷，考题做完了，希望可以动摇你懈怠的宫殿，哈，让你不好意思，哎呦，惨了，那么多人教，我也跟着教，哈。因为越教越少了，哈哈哈哈，我们只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了哈，这样子哈，同学时间到啊，能够来上佛学课啊，就算是很棒了的了，好啊，就自己测鞭策了哈，那么呢就神通未必啊，不过有一些啊，是否有认识一些人呢？那么呢，他我有认识到很巧妙啊，两三个通灵人呢、啊，他都晚上啊哈，会有老公公哦、啊，白头发、啊。哦，啊，白胡须啊，教他如何占卜啊、问事啊一些神通的东西。过他一醒来啊，他就会啊、哦，遇到两三个都是如此，那么巧合、哦，都是全身白白啊、哦，白衣服之类这样子的哦。那他们这一些哦，一般上啊，在学习期间哦，也是没有办法懈怠啊，因为啊这些呀、啊、哦，可能是天神呐、啊、哈、哦、之类啊哈、哦，来要他学习，他们过去是。有承诺必须要学会这个来服务人、啊、那么呢、如果、啊、其实是有天神、啊、进入你梦中、哦、我们看、啊、目击年、啊、用神通去、啊、好像也蛮爽，不过真的如果每个晚上有天神 来烦你、哦、我看你也不想要对吧、哦哦哎、呀，所以呢，你们做不做你们的事我才懒得理你们总之我时间到我就开课，然后呢考题照样给，所以有教啊就赞叹一下啊，那其他没有教就算了所以你们看你们自己啦齁、哦、OK 齁、哦啊、没有办法啊，我们这边呢都是他、啊、自己来齁、哦、那么呢这个啊是蛮独特的方法齁、哦、去激励别人修行齁、哦、那么呢这个是蛮有趣的，同学这边呢、啊、齁、哦、发生饥荒齁、哦，目击连呢就想到用他神通、哦、把地下的营养翻出来，但是佛陀制止。通常啊、哦、会出现这个现象啊是有两个一个情况，就是啊他当他用神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哦、他没有再进一步作揖、哦、去观察后面的因果是什么。一个可能是这样，他没有他只想到要去帮人，但是没有想到更进一步。第二个情况就是啊，他的神通去不到那么遥远，佛陀一下就去到比较远，所以佛陀就反对说、哦、不能够这样。那么呢他又想开一条路、啊、去北俱卢，北俱卢其实是北方，就是尼泊尔那一带，因为我们恒河啊指的就是中原指的中国指的是恒河一带，那恒河一带啊往北卢去走就北方，应该就是在上一点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喀什米尔那一带，那么呢他想到开一条路给他们过去，那佛陀也是反对了。那么呢到最这个他是讲啊，这是很独特，就是佛陀反对目犍连用神通啊、其实我以前没有读过，只在这边看过罢了、哦、我们看看他典故是什么、哦、佛陀反对，他反对啊呢原来一个是在戒律里面，我也没有看到了、哦、没有看到、哦啊、这个是四号、哦、就是拿养分的、哦，是四号哈，
一二三四也是在律藏那一边的哈，啊，我都没有读到了哈，这样子哦，蛮独特。同学你可以圈一圈，这是很少有哦，啊，这个都是神通究竟不究竟啦。过呢这一边呢，啊，有提到他隔空移物，那莲花来移舍利子啊，以后啊他也为吉固都长者拿一棵菩提树这样哦，啊，但是啊哈。啊，有人呢，啊，哦，把一个钵啊，哦，啊放在高高，说，哎，用你神通显示拿下来，他就拒绝了。因为啊，哦，他觉得这样子会表演神通，不应该啊取悦啊这些居士啊表演神通，所以他拒绝哦。那么冰头炉啊，哦，就要拿下来。不过呢，冰头炉啊，哦，照想拿下来应该哦，不应该罚得那么重才对。我有看一些记载，就冰头炉过后用神通啊，哦，来吓他们，你知道吗？哇，他飞来飞去，吓到他们呱呱叫这样子。到最后啊，佛陀知道才说啊，哦，哎，你这样子用神通这样的方式很不对，所以呢就啊不能够命令你不能够入涅槃，哦，啊就是啊，哦，让别人供养你，哦，啊这样的话让别人修福的。所以冰头炉这个 case 啊，哦，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过它完整的内容啊，哦，又就是不大看得到，哦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要包含了，啊，他有去戏弄那帮人了，哦，才被罚那么重。因为那帮人他羞辱啊佛陀的弟子，说哎你们都没有料到的，都不能够东西拿下来。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被人挑战了，哦，也要留意，未必去应战是好事来的。哦，一定要 综合啊去思考到底这个应战之后啊，哦，他优点多还是缺点多这样子。好，然后过门再看一下，哦，啊没了，哦，好了同学，我们就下一堂课的时候啊再谈这个神变通了。